在弘扬北传的大乘佛教，让能够在南传的国度，让人家能够了解哦，原来北传的佛教法会是这么殊胜、这么庄严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在为人演说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，也是在落实佛法北传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弘扬哦。那因为有人问说，真实信念有占卜哦，如果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做哦？那个我问了那个帕布松沙，他说如果你们要随喜功德也是可以哦。哦，如果你们自己觉得要随喜功德跟参加占卜的话，都可以哈。也可以跟美云啊，交给美云师姐帮忙说哦。他是没有说一定要了，但是你们如果觉得愿意随喜功德参加那个占卜的哦，那你们也是可以。因为我们读书会是有帮大家做打斋的功德，那你们个人觉得要随喜参加占卜的，你们也是可以哦。所以这一点是跟大家说明哦，希望大家啊能够发心啊，能够找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殊胜的法会哈。好，那我们呢一样就有几分钟时间，我们一样就大家能够念佛啊，为自己累积自己成佛的因缘哈。